这个景象还有点大呢，这里啦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在这里红金桥银河宫出口雁门白布桥恶龙飞棒樱花，你现在应该都看不到樱花了。樱花是蔷薇科樱桃属樱桃亚属的一种植物。好，下面去看那个水也行了。哇。嗯。这里瀑布看不看得到啊？你右边走啊，哇，这里还是有点陡的哦，听见水声响，哇哟，哎呦，又不走得那么快，青山溪。这个竹子做的水车，这个是假的了。假的，这孔雀是真的，不会是标本来的了。
烟雨朦胧。小鸡嘛，那个是大鸡蛋，小鸡蛋，左边一排就是枫树啊。这个枫叶树这个叶子现在正红啊，
林下毛毛雨，听着鸟叫声。这叫金林森林。少走了个弯路，也就错过了这边的风景。现在这个毛毛雨是越下越大了，变成小雨了。这个雨是越下越大，他妈的走不动了。